办董事长文件啊，一定要做董事长的人。台湾股市资深人物阿土伯李金土经传因病死逝，享其寿90岁。阿土伯30岁开始投入股市，最高身价曾达10亿元，坚守自己的投资理念，4不3要吃8分饱，坚持不贪心、不融资、不放空、不听谣言，并重视做足功课，量力而为。现在算好的，我这么讲的想法会生的，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。阿土伯个性正义，乐善好施，爱做公益，每逢农历过年都会前往迪化街、年货大街宣传防灾观念或预防犯罪。近年因年事已高，体力衰退，改捐助消防车、救护车，曾捐赠22辆消防救灾车，总金额高达1亿元。根据了解，阿土伯近期感染肺炎住院，原本状况还好，但10月6日病情加重，接着过世，享其寿90岁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